最近时不时就会听到他清嗓子的声音，我估计他要开始嗓子不舒服了。所以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金曲高。切好的金曲加入冰糖，静置两个小时以上。倒入金曲，开小火，不用加水，慢慢熬，过一会儿就会出汁。等到水分变少，就要不停搅动，以免糊底。搅拌到现在这种状态就可以了。装进罐子里，贴上标签，放进冰箱冷藏。要喝的时候舀上两勺，用温水冲开。不仅喉咙舒服多了，心里也暖暖的。快做给你爱的人喝吧。